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三峡有一家活鱼土鸡专卖店，标榜自养自销，所有新鲜食材都是老板挂保证的。像这道酸香开胃的橙汁鱼，是用山泉水养的草鱼下去酥炸，再裹上自己熬的橙汁，入口有淡淡的柳橙香气，鱼肉吃起来很细致。另外这道白斩鸡是用养足了6个月大的防土鸡穿烫之后抹上盐巴，没有过度的烹调，简简单单就能吃到鸡肉原本的鲜甜还有 Q 弹。淋上自己熬的橙汁，外表金黄香酥，肉质鲜嫩的橙汁鱼，没有土味，新鲜的清蒸鲈鱼吃原味最鲜嫩，皮 Q 肉扎实的白斩鸡吃来鲜甜不柴。这些食材都是老板刘胜凡一家人在餐厅后院自己养殖自己料理的安心美味。鸡肉也是他们那个讨爹妈自己养的，就吃的会还想再吃那种感觉这样。顶着烈日忙着摘菜的妈妈陈秀妹，种了一大片地瓜叶，完全不撒农药，要给自家养的鸡准备蔬菜大餐。不单会吃地瓜叶，什么菜都吃，只要绿色它就会吃。对，你看它这个鸡冠。越红就越健康，假如说有时候一两只不健康的话，它那个鸡冠会黑黑的。让鸡吃的营养自然，长得健康，每只都头好壮壮。陈秀妹从小生长在农家，习惯自己养鸡才安心。欢迎上一下菜，小心。自养自销成了餐厅招牌，即使位在三峡郊区，还是吸引许多客人特地来尝鲜。一定是要穿烫生吃。它的皮啊，它的皮会紧缩、紧缩、紧缩。4斤的鸡的话，差不多要煮48到50分钟。养足6个月的鸡，肉质最鲜嫩，表皮上均匀涂盐，简单调味。原汁原味的白斩防土鸡 QQ 的外皮下，肉质扎实却不干涩，有着甜甜的鲜味，沾点辣椒酱油更能提升风味。他们家的鸡肉很 Q， 就是一般的鸡肉可能会比较柴，没有那种就是自己养的鸡可能真的就是比较 Q， 那我觉得吃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体型瘦大张开大口的草鱼也是自家养殖，每一个水池啊，经过山泉水的过滤养殖，经过了差不多15天左右，它的体质哈就会改变，吃了就没有土腥味，捞起来最好的就不要再放下去了，因为它一挣扎哦，那个鳞片，它鳞片会受伤。所以它就比较容易得皮肤病。事先处理好的鱼块交由儿子刘顺凡下锅油炸，油温的话是一定是在210左右，但是一炸下去之后，先要把鱼的体型先定型，再用自己熬煮的柳橙汁调味。水果的话是比较开胃一点点，但是也是味道不一样，因为这边的当地民众他没有吃过水果口味的味道。金黄诱人的橙汁鱼飘着水果的香气，炸到外皮香酥，肉质细嫩的草鱼吃起来没有土味。它橙汁很特别，就是不会变得软软，就不会烂烂的。它里面的鱼非常的软，然后它的那个调味非常的好吃。为了维护品质，店里的鲈鱼都是现点现捞。清蒸鲈鱼虽然名为清蒸，但是刘胜凡说用穿烫的方式会让鱼肉更扎实。蒸的话是它的味道会比较容易跑掉，但是我穿烫的时间是比较低一点，时间快，客人等的时间不用太久。第三个就是它的甜度会吸收在里面，不会散发掉。裹上酱汁，放入满满的葱丝，再淋上热油，瞬间香气四溢。简单穿烫就能尝到鱼肉的鲜，鲈鱼不带腥味，口感 Q 弹，不会太过软烂。
我觉得主要是它的鱼应该是鱼很新鲜，就吃起来不会有奇怪的腥味这样子，然后吃完回去也很舒服。71年次的刘胜凡在餐饮业打滚了20年，练就了一身扎实的手艺。年过30的他决定回到家乡展现自己的厨艺。因为家里已经就是空了好一阵子啊，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如果刚好先生是厨师，然后我是外场的，那这样子感觉可以搭配得很好。何太太陈诗晴回家接手爸妈歇业10年的活鱼餐厅，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从员工晋升老板还是有些不习惯。刚开业的时候，就是大概大半年都没有休假，对，就是觉得那种心态，心态会调整，大概是最难突破的。我觉得要有挑战性，才可以让自己更有信心。去发挥所有菜，就像这道神仙酱拌野菇，展现了刘胜凡的创意。挤上用柠檬汁和蜂蜜做成的美乃滋，再撒上香松，炸到外酥内软的台湾香菇，裹上咸甜交错的美乃滋，吃起来很有层次。或是搭配洋葱一起吃，更加爽口。菜园里种的都是当季的蔬菜，陈诗晴说自己种的丝瓜最甜也最好吃。丝瓜的表皮有变色的话就差不多了。丝瓜结合蛋酥一起拌炒入味，掌握火候大小，避免丝瓜口感太老。夫妻同心的蛋酥丝瓜，保有脆度的丝瓜入口清甜，加上蛋酥的香气特别诱人。看到儿子和媳妇的努力，让老店有机会东山再起，做父母的感到欣慰，但又不舍孩子劳累。孩子要回来是好事哦，趁我们现在还有一点体力，还有帮忙他。因为毕竟年轻人，喜欢回这边乡下努力的创业，我很高兴。用行动支持孩子的决定，帮忙栽种把关餐厅的食材，一家人齐心团聚，共同打拼，料理出令人安心的美味。